狼美人请行动。啊，兄弟们，啊，这张六号牌，兄弟们，我感觉六号牌好像认识我的像。乖乖，跟我走吧。我说句实在话，兄弟们，我感觉六号牌好像认识我，我感觉九号。开始竞选警长。九号牌肯定认识我，九号牌是肯定认识我，但是我怎么感觉六号牌也认识我？六号牌是喜欢我吧？六号牌说不把我当人。不把他当人。二号玩家请发言。日月家，哎呦，这么多人上镜啊，只有四号一张没有上镜。想一下啊，可能是张狼人牌啊，四号牌。那我是个好人呀，对吧？你除非判三十个狼，否则呢，你就得是个狼人牌。多了我也不聊了啊，但是呢，我得要操作一下啊。怎么操作呢？挂麦120秒。怎么的？操作一下。不是你最近刚学的新技术啊，很有效啊，挂。不是你有病啊！你他妈井上挂麦120秒，不是这哥们是不是脑子有点什么大病啊，兄弟们呢？啊！我就他妈的冒昧问一下，这张二号牌是不是脑袋有什么精神问题呀、啊？你他妈井上第一个发言。你要挂麦，他妈挂120秒！什么爱徒说什么？哇操，发色太帅了！哎，还行，一般小帅，一般小帅，一般小帅。什么四号是什么自己人？你们怎么知道的啊？不是你们怎么知道四号是自己人呢？是这23:59的局，居然这个新技术没有用，那四肯定是个铁狼呀，对吧？狼人觉得肯定拿警徽呀，这没毛病吧？四号牌勾一勾，勾一勾，好吧，勾一勾，让你进决赛，好吧？那你要是说四号牌是自己人的话，一号玩家请发言。不是，二号牌，你有病吧？啊！你那个叫什么技术啊？你那是什么垃圾玩意呀、啊？你那种操作，傻逼才会自爆呢！啊，都已经2024年了，你玩的是什么东西呀、啊、？Oh my God！啊啊！我来对话一下狼人团队吗？这样好吗？你看我这么可爱，这么漂亮，这么性感的份上，你也不想要我聊满120秒吧？那你们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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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出来来呀、啊，来自爆啊！来呀、啊，来啦、啊！来个自爆啊！自爆一下嘛！现在虽然说已经12点整了，但是你们要想好哦，你们要跟我在一块儿玩一整局的游戏呀、啊，狼人牌。做好心理准备了吗，蓝吗？12号玩家请发言。这他妈大半夜的都是什么牛鬼蛇神啊，大家能不能把这张一给出了好吗？这张一能不能出得掉？这受不了了，我是真受不了这张一号牌。二号挂麦就已经够恶心的了，这张一还在这边这种发言还聊满了我挺受不了的。不是啊，我说白了，本来想最后一局，你们谁谎报军情？军情说这张四号牌是自己人的，应该是玩不好。过了啊，听谁说的？四号牌是吧？十一号玩家请发言。四号牌，但最后一局了，重开也已经来不及了。四号牌你在不在？你要在的话，你下我瞅瞅。希望真的假的？大家都好好发言。
那个不想听。四号牌你要是在的话，你下来。十号玩家请发言。啊，那给我上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投给我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了？我验了一是个狼啊！啊，太恐怖了！我真验了一是个狼啊！我但凡我底牌是张狼人牌悍跳的话，我都不可能说一是个狼啊！啊，因为一号牌已经癫狂了。啊、听到他的发言以后，我认为一已经是癫狂了。他说我，但是我确实验了他是一张狼人牌。他说我是狼，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敢说我是狼？啊，真没办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晚上离线了？为什么我晚上会离线？没事，因为我进来的时候。我的网络卡没事，右上角现在我看到右上角是绿色的流畅两个字，那个 WiFi 图案没事，阿蛇可以跳，因为我是小米手机啊，所以不知道你们跟我这个游戏阿蛇可以跳。四号牌不是骑士吗？对不对？我那个是红色的，然后你这么的，但是四号牌不用跳骑士，就是显示就像那个 WiFi 网很差的，你懂吗？四号牌不是骑士吗？四号牌不用跳骑士，等会儿我跳验人，我是先点完一验出来一是个狼以后啊，什么大哥不是我，时间是我就说了啊，验了好 OK 了，不是九号牌肯定在直播间吧？九、哦、号牌你跳，别的就没啥了，警徽流留一下，警徽流四警校一张牌就不留了，我觉得验个九，验个三吧，好吧，验个九，验个三吧。然后防爆防骑士留一个八九三八顺眼，对不对兄弟们？回头就留一下，对不对兄弟们？然后你们这一局我觉得就可能已经被这个一搞心态了，但是一缺狼人牌、别的就没了。我跟你们说啊，没事，九号牌跳你骑士你就看着九号玩家四号牌不是骑士吗？请发言，四号牌不用那什么，别他十号牌他妈一号玩家还他妈能拿张狼人牌他妈就一号玩家就是说我觉得但凡是个正常人应该能听明白，现在时间是大市场已经过，就是大市场开不了了知道吗？只有说像一号牌二号牌十二号牌，不是你不跳你让六号牌跳吗？还会把时间聊到120秒，也包括你这种看不就是你这种乱嗨的好人牌对吧？不是你不跳的吗？120秒为什么啊？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又当谁跳啊，对对，我们不就是想要这点分吗？不就是都想赢吗？对不对？但我请你把你那个手放下去好吧，你别他妈在这侮辱人家一号牌啊，十一号牌肯定是张狼人牌，我看一下十一号牌发言多少秒，我操，十一号牌他妈就发言23秒，那就把那个明天后边怎么四号牌跳井下月出来了啊，然后这个可以，我大师我现在大师场是395分，哎，四号牌跳井下月，骑士牌你能不能加我微信，我想用50块钱买你那把剑骑士牌啊，你我报一下我微信号骑士牌，哎，不用 NB又不着，骑士牌是四号牌的话不就 OK 了吗？兄弟们我说白了，让四号牌跳井下狱，让骑士牌跳他妈井下狱，然后我跳骑士，兄弟们这个行啊，哎，这个行啊，正好四号牌还能给我，还能有给我那什么的机会，给我上票的理由。和谐的游戏，和谐的环境。对不对？怎么就怕队友提前爆啊？没事儿，应该不能爆。我感觉六号牌也在直播间了。我说句实在话。我真感觉六号牌认识我，我真感觉六号牌喜欢我，我感觉他在直播间了，真的是。都赖上，都赖吧。不是你他妈的，你到底玩不玩啊？你一边搁那打枪。你一边搁这比斯，你一边搁这干 CS， 你一边搁这玩狼人杀，你有这个脑袋没呀？四号牌，我对话你，你等会儿直接给我点票就行啊。哎，你们是怎么知道四号牌是骑士的？我想问一下。哎，你们为什么会知道四号牌是自己人，而且知道四号牌是骑士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兄弟们？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的呀？
啊，他头像啊，他改啊，他头像啊，明白了，明白了，懂了，懂了，懂了，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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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懂了 ，OK OK， 明白了，看头像 OK 了，懂了，行，等会儿你就给我上票啊，骑士，你等会儿直接给我上票就行了。请发言。首先我说一下啊，我知道这张一号牌是谁了啊，这张一号牌是一个主播啊，我想起来他是谁了，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啊，不是，我就想问一下一号牌，你不要脸吗？啊！你天天的你在那个位置，你恶不恶心人呢？你就为了赢啊？你拿我银包干什么？你这会儿还把游戏给隐藏起来了？一号牌怎么了？你是不是狼人牌呀？一号牌呀？你凭什么拿我的银包说我？你不就是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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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脸祖师爷什么就那个人吗？你、哎、把游戏给隐藏了，一号牌呀？要不要脸呢？怎么你这你还是什么身份呢？你凭什么拿我的银包这么说我？我不管啊，首先你有没有点素质啊？我说白了啊，我不管这张那个一号牌，你他妈能不能有点素质啊？我是个人，我有尊严，我的父母从小教我礼仪廉耻，教我道德，教我三观，他们不是为了培养出来，把我培养成一个为了赢可以不择手人的，明白了吗？我认为大家伙都是为了玩游戏的，都想要这个游戏环境越来越好，都想在这个游戏里边寻找快乐。那么一号牌这种人，我们就要给他上一课，就得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这个游戏。要教训我了，这种恶心的人是不应该。我的语音包要教训我，我会去下一啊，过了。六号玩家，我的语音包要教训我。这妈啥情况呀？那个一号玩家发，二号玩家第一个发言的时候，告诉你们，好，我一个一个比啊，没事。二玩家发言说，我今天先学了个方法，哭哭搞人心态。第一个搞，这第二个，这一号玩家更离谱，真的，直接拿了个应该是个变声器吧，他喜欢我，正常人好像听女生像女生不像女生。这张六号牌喜欢我，这七号玩家也没告诉我他谁呀、啊，开始搞心态。好，后面好像终于正常一点。什么七号是药匠啊？啊，那我们我们就应该绑票了吧？我说了到七号玩家完了。啊、这场游戏那我们是不是就绑票了呀？我是不是啊？没有办法正常进四张狼人牌。这个局面发生的时候，这咋打呀？加上不是四张狼人牌，加上四七两张牌，没人。我们是不是6.5票了？继续正常玩啊！有人跳就听听发言啊！是不是6.5票了？那你们骂人的到底是不是好人了？我看着你们就不管狼人好人好人都开始骂人了。这大市场现在还票上给我一号牌。然后呢，我们拿警徽，是不是就够了？差不多，什么七不是吧？七应该是那谁？七应该是药匠，就是老用我语音包玩游戏那个那个小伙。在实际上，不要在网络上。他这个语音包应该是用我语音包。好像真如人家正所说的，人家说的网上网上重拳出击，现实唯唯诺诺的。你们都怎么想的？就搞不清楚你们这些人长脑子干嘛的？不是。回家喂猪不就得了？你怎么了？玩什么游戏呀、啊？小姐姐怎么了？打什么狼人杀呀？回家喂猪，猪还能吃呢。不是小姐姐怎么了？五号玩家请发言。这六号牌，五号玩家发言啊。怎么了？怎么说呢？就我过12点之后呢，业务会那个非常繁忙，就很可能就。一入夜我就可能会接电话，我只是预计会这样，但是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毕竟我也不知道，应该可能必要待会电话就过来了。不就说晚上要离线吗？那个跟大家说声抱歉，没办法，业务忙啊。待会来电话的话就你必要的，不就是说晚一到晚上就离线，一到晚上就离线吗？三号玩家，你说的这么他妈隐晦干什么？我早知道12点是这种，我就不开了。哎呦，我今天还算后悔了吧？盘了一局那个什么有逻辑的局，难受吗？所以应该差不多是上上局吧。所以我就遇到我应该属于你的噩梦吧？想着最后一把打了，哪里知道啊？过了啊，过了。我不想盘逻辑，我也不想聊外资，我也聊了。警徽不就是我？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说句实话吧。
播了把警徽上给我。就是、百鬼夜行，这句游戏一个成语，百鬼夜行。开始警长投票。百鬼夜行，我喜欢这黑夜。游戏才刚刚开始啊，百鬼夜行。Lion， 票，我的警徽我了，三号牌，恭喜你！请发表遗言。好，谢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女巫了，把我解救了，哎、我真的服了。七号牌不会是女巫吧？玩家，我死了我就说一句啊，你是我的最强嘴替。七号牌，你是不是女巫？你要是女巫的话，你立下线我看看。好人，玩的愉快。七号牌，来，我跟你对一下身份。你是不是女巫？七号牌，你如果是女巫的话，你立下线，你让我了解一下。我看看啊，四号牌跳预言家啊，我让你先发言啊，四号牌。二号玩家请发言。我让你先发言。这个十是单边玉对吧？不是，十单边玉，那就初始也别戳了，好吧？那这个四应该是个狼，哎、左边可能就是一四啊。哎呀，那我听这个六也有点匪。因为他还在这里讲这一局怎么怎么样呢？其实这一局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牛逼的地方就是狼人居然坚持了下来，这是我觉得最牛逼的地方。最牛逼的地方，狼人坚持了下来。好吧，七号牌还有更牛逼。七号牌说要去着什么急呀？在哪里直播的去看对吧？他是个狼，他没有，当然也有可能他想看。你着什么急呀？还有更牛逼的，你还没看到呢。所以说六号、七号牌可能偏好一点点吧，他想看一是不是个狼。但是呢，他好像就是对一比较反感，也有可能一是个好人，但一现在不可能是个好人，对吧？只是个单面。才刚刚开始啊！九号牌是个好人，好吧？我得佩服你们，你们才牛逼呢！那剩下的，我希望你们也要坚持下去，好吗？二号牌。尤其是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千万别走啊。玩的不是太那个怎么怎么样。但是一号是你的狼队友的，十一号牌是吗？我的整个的发言和整个的那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是一个正常的操作。但是一号牌确实有点小丑。可能呢就是这个八和十一吧，啊，可能是八和十一，因为边角位开出一号一匹狼之后呢，我就不太想去判十二还有可能是狼了。这是十是单边语啊。还有就是守旧手，好吧，守旧手啊，让十号爆出三到四天的验人。我点了个是一四十一，然后呢，八，可能是这个八啊，八十二里开一个啊，过了啊。九号牌，我会为你努力赢这一局。四号玩家请发言。发言。我见到九号牌是他金血牌，好吧？为什么警上没有跳？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我就跟你们说白了吧，一号牌是我女朋友。就六号牌是一号牌的闺蜜，他非要就是我们刚刚在被窝里面躺着准备睡觉了，然后到他六号牌不要个逼眼的，给一号给我对象打电话叫他出去玩，所以我跟一号牌吵架了，好吧？我见到六号牌是他金血牌，所以我就没算紧，但是我警上我听了一号的发言，然后我问他是不是你，然后他把他的截图发给我了，好吧？一号牌是他骑士牌，好吧？那六号牌。我白验了的，早知道我去问一下你了，好吧？ Okay. 我是个井下玉，我不知道这把有没有上五牌交牌。那一号玩家是我女朋友，那十号牌，好一出，我说你发言好一出伦理大局、啊，你把我女朋友干什么啊？好吧，我要不是你，我是他预言家牌，我给你们切个脸行吧？我四号牌对签发毒誓，我四号牌底牌但牌不是他预言家牌，我明天出门我必备大卡的亚瑟，好吧？直接亚成眼睫。但凡我四号牌是他男人牌，或者是男美人，我全家一副过一枚，好吧？六号牌我都骂你，下次这么晚了就不要把我你贴全了呀，四号牌！我不是这么贴的。那个我的偶像，我都骂你，我是宽容你把我忘了吧？八月七号我给你回忆一下，八月七号我跟你玩了两把大市场啊，是吗？你竟然把我忘了，八月七号，然后那把输了，你还把我连麦了。然后我说那把不是交牌局，我都不让你接受那个什么惩罚了，你竟然把我忘了，我都准备给你刷回家一号了，好吧？我现在不刷了。我忘了。五号玩家请发言。我能忘吗？你刷不刷？
你快去大市场玩吧。啊，你快去大市场玩吧，我去大市场玩。你刷我，你刷我上虎安一号有什么关系啊？他妈的！刷刷刷刷刷虎安一号，他妈牛逼！我操！别这么笑了！不是，你是故意这么说话的，还是你平时就这么说话是吧？啊，四号，你是故意这么说的，还是平时这么说？我不是笑你了，我不是嘲笑你，我不是嘲笑你，真的。每个人就是可能会有一点那什么缺陷，那不好意思，我是。你笑鸡毛？你笑？你快去冲击，你快去冲击，冲击！你怎么老笑鸡毛你？六号玩家请发言。不是，这怎么打下去啊？你淹了我是金水，你不应该把警徽给我吗？你脱衣干啥？因为我是骑士啊！不底下与他贴脸啊！金水，我认他啊！因为我是骑士啊！二号玩家，你是不是在夸自己啊？因为你警上啊！我说你怎么有这番操作呢？那肯定要把警徽给骑士啊！怎么可能给你啊？你是那个狼人，你在那脱麦，然后你不自爆，然后这一轮你发言，你他妈在那……感谢孩子哥送来的超粉啊！谢谢孩子哥。没有，我现在是金水了吧？那警下鱼，但有一点，他有一点在说谎，我不认识他。但他跳警下鱼，他贴脸了。我总归是真金水，我可以这么发言。七号玩家请发言。就是大家能把控一下自己的情绪好吗？就是不要这么激动了，对吧？毕竟这只是一局游戏而已。我的底牌是张好人牌。我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去玩游戏。不是你嗯鸡毛啊，你发言你就发言，你嗯鸡毛。听起来其实不是我什么时候，哎，他们怎么把我这个录音也给录下来了？不是我这他妈，他们也他妈给我做成语音包了，你们变态吧你们！东西掉了，那个我感觉我比较相信这张一号牌，我比较相信这张一号牌是张原价牌，他能不怕二号牌和四号牌？我先过了，我接个电话，我先过一下麦啊，我先过麦了。八号玩家，他们变态吧？这语音包里面也做啊？变态吧？这都什么种啊？这都是变态吧？他们，我服了。怎么这穿越了似的感觉的那个？哎呀！不是，我问一下，七号牌你是不是女巫？你说话慢嘛，吞吞。七号牌你是不是女巫？你要是女巫，你一下线，你告诉我一下，不然这把游戏我感觉我得去下女巫去了。哎，你瞅瞅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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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玩 CS 你玩 CS 滚去玩 CS， 你搭那个鸡毛啊你啊，你瞅瞅这个屁呀、啊、你搭的搭的搭的啥呢你啊，你能不能滚去玩你那个他妈的 CS 去啊，没人逼你非得在这说话，
没有人逼你非得在这儿发言。我上个厕所，等会儿来挂。你瞅瞅，我操！那七号牌应该就不是了，好吧？七号牌就应该不是女巫了，我感觉。卫生间在哪儿呢？七号牌如果不是女巫的话，我想一想，应该也读女巫，应该也读不到。九号玩家请发言。我说一下，那个七号牌有句话说的对，我觉得大家就是说，就把情绪都收一收吧。那个四号牌跳一个井下狱，确实，我觉得我们好人需要交牌。但是他妈交牌之前，先得把他们那个三张狼人牌弄出去，好吧？可以留一张狼人牌。可以。我点的狼坑是二三十十一，啊，别的不说了，就十号牌。如果说你是一张好人牌，我同意。不要再在那儿他妈乱嗨啊！你把你那个手给我放下去啊！你就在这儿，你就缩在那儿，好吧？今天把你出去，就让你解脱了。你这轮如果说你还在那儿乱嗨，说什么一号是你的查杀啊，那对不起啊！我们好人交牌之前也先得把你这个狼人弄出去，好吧？就这个游戏不是说。没有说正义人士四号玩家这种井下狱，我没问题，好人交牌，没错，啊，让你们狼人赢，要狼人牌，但是说你这种小丑狼人，十号和十一号啊，你们这不配赢，好吧？不配。还有二号玩家，二号玩家说我九号玩家是好人吧？啊，你不就是一张开了眼的狼人牌，你不就是开视角的狼人牌吗？对不对？就聊到就是言归正传，这局游戏还是得盘逻辑啊。我知道我是一张好人牌，你二号凭什么知道我是一张好人牌？啊，所以说二十十一是三张狼。但是这局肯定是让狼人牌赢，因为四号一个井下狱，对吧？但是说赢就是说交牌之前先把十号十一号这两个小丑给点出去，好吧？一号牌到时候你做一个主角 啊我们好人交牌没问题，但是十号我也很同意的啊，这俩人不配活着，我们好人牌交牌我也很同意的。你愿意 说毕竟我也是好人牌的一员，你给一号去赔礼道歉认一个错，你说你井上乱嗨的，那你就把二跟十一给我点死，你就去喷十一号，是毕竟我作为好人牌的一员，我也是。十号玩家请发言。十四牌，你先别急啊，我给你慢慢说。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好人阵营啊，因为这一把我匹配到一个贴脸主播，听到气的声音，我大概已经意识到。然后他们会一起排车队，然后会有好人会帮狼人玩。我验到一，这个一号牌我验到是个狼，然后走起来这样操作，我大概抿了一下，可能我验到一是个狼美，九可能是个小狼，也可能是个好人在帮这个一玩。谁？我先贴脸。那个四号牌，你不是说如果你底牌是一张狼人或者狼美人？我底牌如果占狼人或者狼美人牌的话，我任何时候出门直，如果你是狼的话，你全家户口本。我底牌十号牌底牌如果不是一张预言家的话，我今天晚上户口本，他不要脸了，兄弟们！且任何时候出门，他贴脸了，他不要脸了！被大卡车压死，压成十八节啊，反复碾压，碾成肉酱。然后我底牌如果是张狼人或者狼美人牌的话，我全今天晚上我全，好吧。然后那个骑士牌你能就去搓一，好吧，哎，你把一搓了，哎，一应该是个狼美人，这个九起来反应这么大，我是骑士啊，我不知道是帮一玩的一张小狼还是说一张好人牌，我是骑士啊，因为他们撞车，你不用再挣扎了。那个七号牌的声音我刚才听到了，好像是那个叫什么，反正我记得一般我们都称呼他为生狗，圈里人都叫他生狗，谁？但是我忘记他具体名字了，所以我刚才去直播间搜也搜不到他。然后你他妈管谁叫生狗？补牙齿。再说他妈七号牌是生狗，我是谁？开个变声器好像。别的就没了，今天你就戳。你他妈这人玩都他妈能把语音包认成我？就我。你缺心眼了你？说是不是狼？我都说我不是预言家怎么样了，所以我一定是铁预言家，这个能认吧？十一号玩家，请发言。你死人吗？好，我先死。好吧，为什么姓氏？这个四的毒誓有漏洞，有漏洞。是没有想到明天可以不出门，有漏洞。六，好吧，如果两个毒誓比起来，十号的毒誓他算有漏洞，兄弟们。这个十，这个四，他敢说他四号牌的毒誓有漏洞？不是说通身份了吗？那一号牌为什么不扎这个？不扎这个词呢？不，为什么一为什么不扎十呢？是吧？九号牌可能是有漏洞。他要什么？十号牌说圈里人都称呼七号牌为生狗，是吧？什么圈？
狼人杀圈吗？狼人杀圈可都称为我们深神，哪有人管我叫深狗啊，哥们儿？因为恶觉得他是好人，是人吗？他说他是最后一轮，他想要赢，他想买骑士一把剑，这像好人。狼可能是八，八号牌，仅算第一轮发言说，都赖是吧？他这个明显告诉你，好人在赖，狼人知道。我点的坑是这个八号牌，这个七，哎呦，我认识啊，十号牌，我点你啊。十二号玩家请发言。我看有没有骑士戳嘛？四跳了井下鱼先发誓的，十是后发誓的，就是，好吧。九打了十，十一，还认为七当十一，还认为这张九是好人的。这个还用盘逻辑吗？那四十都已经大平了，四不是说和一通的身份一致齐吗？就是一致齐，那肯定是没有骑士出来，没有骑士出来，是不是空投就当十、啊？就是、啊，不是也没用啊。有骑士，骑士带过去正视角；没有骑士，那是不是没骑士错？那四说的就是真话，而且井下雨发毒誓，就是。那是不是今天就空投就当十？那有什么逻辑好盘啊？有骑士在，骑士必须错。没骑士带呢，其实只能是几张一次通过身份。对、啊，而且你觉得六的发言是不是好人？一定是好人，因为四六质疑了四为什么你是预言家的验了我薪水，我放在你那里不比我聪明的吗？那四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和一通的身份，这张十二号牌还是很聪明的，通过这几张一不也是聪明的吗？过了，没骑士说就出几张十啊？对呀、啊，我觉得十一身份不好。对，还在这个牌什么？有什么好牌的？四十都已经贴脸发誓发成这样了，拉平了。那就看骑士真实讲，没骑士一就是骑士，一不想说就空投十，不铁逻辑吗？你怎么好看？什么下十留着留着十十一，下一号玩家请发言。外置位分不动票的，十号牌，那你告诉我骑士呢？没有办法，你贴脸也没有用的。我就是骑士，骑士就是我呀！十一号牌，你是骑士吗？你这么相信十号牌，你倒是戳我呀！哎呀，拿张狼人牌，听不下去了，怎么了？十一号牌。我知道你很想帮你的狼队友去拉票，但是没有用。我一张骑士牌在这里，四号牌一张井下玉，什么牌呀？你拿什么牌呀？真可怜，真可怜呐、啊！让我想一想啊，十号牌刚才说的那个很有意思，说什么七号牌是个主播？哎，十号牌，他叫什么名儿啊？你把名报出来呀，他在哪里直播，名字叫什么，对不对？你让我们大家伙去看看是不是他呀，他什么身份，你让我们去看看呢，真的是。哎呦，虽然说这局游戏对你们狼队很不公平，但是没办法，还是要下你这张十号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哟，我就不戳人了，下十。开始放逐投票，来宠爱我吧。妈的，这不票票你啊，你有票吗？十号牌，就你一个人挂我呀？我说白了，怎么就你一个人点我吗？十号牌，请发表遗言。啊？哦，骑士不戳，骑士不戳，那就是说骑士牌是帮狼玩的。哎呦呦，那就正常了。那个我说了，
因为这一把比较特殊啊，哎、我听到七号那个声音，我其实不确定七是不是深狗本人在说话，但是我知道这一把肯定是有车队啊，应该是碰上深狗直播那个车队啊。然后其实不说的话，什么车队发言，一定证明了我底牌一定是预言家嘛？什么车队的话就是帮狼玩的嘛，是吧？然后这一把肯定赢不了了。然后一号牌这个声音我听了一下，他的声音腔调好像是就是深狗本人啊，我听得有点像啊。然后一跟我对话的是，这他妈都能认出来我，那就说明一号不是语音包，那可能一号是深狗本人在开变声。我都变成这个逼色了，你还能认得出来我？或者说七可能是在局内，那局内也不对，深狗应该不会开两个号。深狗如果有两个号说话的话，另外一个号应该是通过别人转播的，应该是别人打电话或者说直播间声音转播的。不是，我他妈的声都变成这个逼样了，你还能认出来我吗？七号可能是语音包，那这个语音包有点装的有点像啊，我都没有认出来，我以为七号真的是活人在说。那是人家七号牌是专门玩语音包的。那可能我搞错了。一号感觉像是深狗本人啊，他的腔调我能认出来。腔调就你好像是开那个变声器是吧，兄弟们？哎呀，败给你心服口服，好吧，心服口服。我排到你我就知道这把可能赢不了，兄弟们，通过我的腔调判断，排到这个贴脸主播以后，这把游戏的输赢就跟贴不贴脸跟逻不逻辑都通过我的腔调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我，他们是一起匹配的。这他妈吓人的，兄弟们！请闭眼。通过他妈腔调判断。狼人请行动。其实是心态挺好，你们到底有几张？几张？四。那不是四是骑士吗？啊？四骑士是他们的人吧？对，没错，你们很聪明嘛，很聪明。七号也是你们的人吗？没错，盖世深深。狼美人请行动。我即是盖世深深。盖世深深即是我，乖乖跟我走吧。明白了吗？天亮了。来吧。哎呀喂，守卫牌是七吗？这守卫牌怎么还对人呢？守卫呀、啊、二号玩家请发言。我不知道呀，我是个好人牌啊，叫给那谁要打我、给九发金水，而且你把三还点到狼坑里，四号牌你给九发金，我看你那这么想赢的样子，我觉得你得是个好啊，但你觉得我是个狼坑，你给九发金四号牌。这个我感觉应该没有什么主播吧，因为没什么观众、啊、女巫牌用药了有可能，对，如果是个大主播肯定好多人在看，就是哪有主播呀，这应该都不是对吧？不是，这个局比较特殊，是真的有点特殊，不是。没有主播，没，别听他们瞎说，哪来的主播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盘狼坑了啊。四号牌你给九发金，十一好像，反正十一应该是在吗？四号牌你直接给九号牌发金水就行，别的不用。八是个，八号牌一定是个了，或者给十二也行，给十二或者九发，给他俩谁发金水都行，给九十二他们两个谁发金水都行、都可以。这个十号牌如果是个狼人响应也挺厉害的，对，给九也行，给十二也行。另外就是骑士为什么没有抽呢？难道说是九号花了50块钱买的你不抽吗？没有这种情况啊，没错啊，赢着50块钱让我输，那我也理解，就是给我五十，其实是给的我50块钱，所以他不一定给，不让我出，好吧？然后我就只能跟着四走了啊，听四抱怨人吧啊。那如果左边开狼，可能是这个五号牌，其实是给我出，然后呢可能是五八十十一吧。七号牌我也不清楚，五八十十一，好聪明的脑子啊！这狼坑点出来，奇怪啊，绝了！四号玩家请发言。九号牌金水，好吧，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九号牌，我昨天请你发言像狼，你拿这张好人牌，你发什么逼眼？你告诉我你要交牌，
凭什么雕牌呀？啊，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雕牌？你为好人都贡献了吧？九号牌，我问问你，你有什么资格雕牌？我一旦顶下预言家牌，我把十号牌给打爆炸了，直接打爆了。你俩还演上了？你在这里告诉我你要雕牌，啊，别恶心我行不行？还演上了？又九点的金手牌。那个我在画里面，你们不要去骂我女朋友，一号是我女朋友。嗯，我女朋友本来我跟她在床上睡觉的，然后被六号拉出去玩了，哎，然后我跟一号吵架了。哎，你们不要去骂她，你们要去我现在睡什么觉？我女朋友她脾气很大的，我从来不睡觉。你们要去骂她的话，她每天她都不决斗，她拿一张骑士牌她都不杀人的，不杀人。我非常非常了解她，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她，懂了吧？你们不要去骂她，好吧？但是你太让我失望了，我都准备给你刷那个什么辅阳一，那什么辅阳一号还是什么辅阳一号，好吧？但是你忘记我了，还有你直播间那些人在那里扣弹幕灯的缺心眼，一直在说什么我，哎呀，把你扎的扎这扎那子的。但凡你去看一下八月七号的回放，你都知道我四号牌不是那种人，好吧？你去翻一下八月七号的回放吧。你再来扣这裆部行不行？我看那些裆部，我真的，哎，看着我都，我说白了，哥们儿，心都碎了。你连粉丝牌都没有，你还虎牙一号、八号的，你们带队吧。你说这话不可信的，哥们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我说一号，你有空把那粉丝牌卡上再说这话行吧？你最起码有点可信度啊。五号玩家请发言。嗯，你是哪儿的人呢，子豪？你是哪儿的人呢？妈呀！你不要太疼你的。大师长，你能不能别笑了？大师长，嗯。你他妈老笑鸡毛啊！打肯定打不过。一二四啊，一二四，六九里边可能开一张吧。有病啊！打肯定打不过了，那点不点票都没有用，点不点票都没有用。我要问一下四号，你哪儿的人？啊？你瞅瞅，你是哪儿的人？你别问人家哪儿的人了，这口音太有意思了，这口音真是太有意思了。你老问人家哪儿的人干什么？你看上人家四号牌了？跟他妈嘴里他妈喊他们爸爸一样。哎，不是你嘴里喊，你有点素质，你嘴里是不是喊？你他妈，你他妈说话像个人一样。哎，我告诉你，你他妈再这么说话，我跟他妈我就忍不了了。对，我听这个四号牌发言就够了，对吧？基本上我已经功德圆满了就功德圆满了。你要是再这么发言，今天的话就会很开心的睡一觉啊。我就忍不住了，我可忍不忍，我可不忍了。你明天再玩大师堂吗？你明天再玩大师堂啊？今天玩大师堂玩的。六号玩家请发言。这五肯定是狼人，你人身攻击四都发毒誓了，就是，并且我盾他是个平安夜，他你看看玩家，你还在 diss 他干啥？这五号玩家，就是，我觉得好人肯定能找到四号玩家是个预言家，那肯定不是七号牌到底是什么身份？能不能说一下啊？妈的，谁知道七号牌是什么身份？真是。你会不会？五号玩家肯定是狼人，找不到狼人 啊！看着了，看着了。啊！有人告诉我了，你是不是七号牌？七号牌是他妈平民。我想想，你肯定是狼人。那七号牌是个平民，看着了。你也不是守卫，你也不是女，还是你单纯就人身攻击四啊？那守卫和女巫鸡巴去他妈哪儿了呀？谁是女巫啊？今天二五八随便投。哪个缺心眼是他妈女巫啊，兄弟们？十一号玩家姐，十一号玩家。这二五八十一谁？哪个缺心眼是他妈女巫啊？是啊，外置位没有骑士，那一号玩家肯定骑士啊。啊。没关系，一号玩家我今天肯定是四倒盘啊，我昨天炖了四啊。哦，女巫也可能也开药，但是肯定我不知道是他救的人。守就守嘛，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救人啊。
但我炖了四，女巫你自己心里清楚，外卫如果有倒台的，你可能也捞是便宜。嗯，我炖了。我觉得外置位挡你肯定不会救是吧，所以就你下一把救，我下一把再盾。我感觉守卫有可能是二，玩家早牌你也救啊。二号牌今天起来特别相信这张四号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二号牌昨天感觉守出来四号牌先去安夜的？不是，我想问问你，六号牌你笑啥呢啊？有他妈什么可笑的？六号牌又来笑个粑粑的，你又换了一个。啊，不是，我们玩的都挺闹心啊。第一天是原声，我们在这他啊，第二天是女鬼，闹心挺恶心的。你六号盘你妈的，第三天变弹网了是吧？啊，一天换一个形态是吧？喜事儿啊啊！你家里边今天怎么的了？急了、啊、你跟这管都长袖是吧？你要凤凰凤凰放云包。那个九号牌，我告诉你这把出谁。哎呀，糟了，真恶心！这一把，咱们出这张六号牌，他拿一张狼人牌。感谢感谢宽容卡那个开头的超粉啊！他说那些没有用的屁话。九号牌，我告诉你，今天全票把六号牌给我打飞。不是兄弟们，冷不丁我的语音包是一听是真听恶心啊！我自己说话的时候我都不敢说。八号玩家请发言。我他妈一听，兄弟们是真。可以给发枪吗，兄弟？又没钱，又该我发言了。给发宝了。不是。你瞅瞅兄弟们，你们老让我说话。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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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谁说八号牌又要打打打打了，又要你们已经突破了都已经，这逼又要打开始打打打打打了，你是人吗？你说女巫你救她有啥用啊？你是喜欢听她跟这玩 C 玩 CS 啊？我昨天晚上不是，我昨天晚上刀把就是为了让这哥们儿去玩，又好好玩游戏。女巫牌你他妈的非得给八号牌拉起来，你说你给他救起来干啥？你救他起来干啥？这暗示谁是预言家？预言家吧，糊了眼的打就行了。服了，女巫牌你咋想的呀你啊？狼人杀，狼人杀。哎呀，记得记得，宽容记得。杀狼啊？怎么能忘了你呢？忘你化成灰我都忘不了你啊，宽容。嗯。什么？这一局没有大公交车吧？那十一号牌马上不要发言了吗？是三个十先走了。什么状况？十一号牌不马上就要发言了吗？想听的都有啊。哎呀，九号玩家请发言。哎，对不起，四号玩家，我那个挺上发言可能确实过激了，然后说这要交牌吃了你一眼，不好意思。但是确实就是说，那个咱们有女巫有守卫都在，那守就守，你还能这个？验两天人嘛，对吧？感谢、啊、我是张手，感谢雪宝送来的超分卡。六号金水，你是不是报错了啊？然后那个，明天听你怎么说吧，好吧。主要是我怕说你俩还得被压了，有反骨仔，知道吧？有反骨仔得防一手，好吧？那个七号就是到时候看一号玩家怎么说吧，因为一号玩家肯定闯了眼伤了。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那个点狼坑吧，我这轮听二号玩家挺像个闭眼视角。
那二号玩家应该是个闭眼视角，然后上轮五八、五八十一弃票，应该这三个人里应该是他们三个是狼人，啊，就十一号玩家应该是张狼人牌，他还一直说我九号玩家是好人，啊，就你四号玩家，就是说你确实是挺下狱，上轮我交牌，但是我今天我一想，他十号玩家他妈拿张死狼牌，他出去也贴脸，对不对？他妈说什么一号玩家是主播，一号玩家是张骑士，骑士没有戳你，就是十号玩家就是张狼人牌走的。对吧？所以说狼人牌贴脸你井下狱，那我们就对冲了，那我们好人就正常玩，对吧？就该出谁出谁。什么这哥们儿说什么狼队玩的真恶心，玩家能不能给一号玩家那怎么办呢？哥们儿，因为说十一号玩家也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狼队玩的真恶心。我不管你十一号是好人还是狼人啊，你说了你信怎么办呢？哥们儿，那我狼队玩的这么恶心，这就是你的错。十一号你有什么办法呀？哥们儿，你今天但凡你想怎么办呢？赔礼认错啊，看一号玩家能不能原谅你，怎么办呢？别的就没了。然后我看，然后六号玩家，就明天玩家四号玩家说吧，我估计是狼队玩的太恶心了，有可能是有口误，因为我这里是张盾牌，盾口在一号玩家，啊，过了啊，过了，我们就是这么恶心，没有办法。十一号玩家请发言。你们蓝队是要绑票还是怎么样吗？我们不是啊，三倒在夜里的是出去了，如果骑士不愿意站，愿意站一的这个边，总共五票，四个蓝再加一个骑士，五张票，又拿警徽，就这样子闭眼 是吗？不是啊，不是啊，那你一号扎出来呗。不是的，我们有六票，我还带着警徽呢。有双药女巫，昨天的盾口守卫你自己知道，啊，我看到那张牌死了，她是女巫，那个平安夜是你守出来的啊，她是双药女巫啊，兄弟们，晚上毒水啊啊！就一号牌你扎出来，我说女巫在哪儿了？ 你在这儿了，自寻死路啊。那我就毒你，如果你说你蓝队反票了，你也不要跟我逼逼，他要毒啊，直接把我下，行吧？我也就不读了，他要毒啊，因为骑士在这里没有选择把你一扎死，那说明骑士要么你是真骑士，这真的是要我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他说他要毒啊，咱票，那我也不逼逼了，你们直接板票，我是女巫，你直接吓我。你能活到那个时候吗？如果说是那个，你一号直接扎出来。你能活到晚上吗？十一号牌，你两张六和九都在那里跳，要毒啊，跳那个守卫，抱的洞口都是错。要毒啊，我看到那张牌没死。守卫自己知道，明天守卫跟我去对面。要毒啊！刀了八应该也是知道。八号牌是那个洞口，老子没救。不过了。你其实直接扎不出来，我就八号牌你不救。十二号玩家请发言。我在里十一啊，昨天我看到刀口是四，我没救，好吧？你看看，所以我双药在手，这张十一就聊爆了。你聊爆了，反正四十预言家，昨天吃到了，我没救，因为如果是外助也倒牌，我肯定会救。聊爆了，因为单边狱守卫肯定会守他，所以昨天要把药。十一号牌你早就聊爆了，明天还有个平安夜。那明明十二号牌是十一扎了，又聊的什么呀？十一穿我衣服就一定是狼，一定是狼，而且盾口确实是几张四号牌，没错。我说了不救四的原因也是因为单边狱守卫肯定会守他，我不可能同手同脚把他给买穿，懂吧？但凡一倒牌了，我肯定会救，外入也倒牌我都会救，所以这张十一就是狼。今天把这十一就扎了也行，他大概率是这张狼美牌，不然他不敢跳了，懂不懂啊？扎什么啊？把这十一扎了，不杀就空投他，给十二号牌，必须得给十二号牌标个女巫啊！好吧，昨天有听十一，我告诉你，十二号牌才是真正的女巫啊！铁骨真正的狼人牌，反正四号还有天验人，你自己看着验。过了，今天把这张十一出了，要扎就扎，不扎就出，他大不了外入也连这张四，扎了收益大一些，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怎么可能？看你自己心情啊、过了，我肯定投十一。一号玩家请发言。十一号牌啊，你是女巫啊？那
那你是女巫牌，你跟我说说，你昨天为什么要站十号牌呀？啊，你是女巫牌，这个场上得有骑士吧？那我不是骑士，谁是骑士啊？啊，十一号牌。你这不是了报了吗？你还装什么？你和十二不是你和十号牌，你们两张不就是两张四狼牌吗？是这个样子的，我说一下，我拿的骑士牌呢。我是不喜欢刀人的，我是不喜欢使用我的技能的。我喜欢什么呢？我喜欢在白天看着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我在一点一点一点的把他们给吓掉。哎呦喂，这种感觉，哇，爽死了，爽死了！十一号牌，你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对不对？你说你是张女巫牌，你怎么不赌我呀？对吧？你说你不就这张八号牌？我能理解，那你这么相信十号牌是预言家，那你为什么不赌我和四号牌啊？你的毒呢？毒呢？你的毒要去哪儿了？你是留下来过年吗？啊！劣质！哎，这个谎言太劣质了。下十一，再见了。开始放逐投票。你别跑啊！你别跑啊！十一号牌啊！你怎么还临出局之前？你怎么还离线了？你回来说两句啊，对不对？你还有留言的机会呢。你一个双药女巫，你解药也在手，你毒药也在手。天黑请闭眼。你不回来说两句话吗？狼人请行动。就十二一张守卫了怎么办？就谁？就五张一张，五号一张守卫了。啊，那还有四号牌骑士呢？怎么能说就五号牌一张守卫了呢？哦，对哦，对对对，是的，五号守卫下轮把五号下了。对呀。狼美人请行动。怎么能这么说呢？乖乖跟我走吧。你们是不把四号牌当人吗？你们是不是不把四号牌当人？我真的搞笑。天亮了。他妈的，四号牌那么大个手，那么大个骑士在那放着，真的是。二号玩家请发言。狼队，我不想聊什么了，好吧？我希望骑士不是因为收钱不戳人，其他没啥聊的了啊。四号玩家请发言。狼队友玩上瘾了。哎呀，我的愿望终于达成了，好吧？我那天晚上跟你，就那天晚上。八月七号那天晚上，我们打了两把，好好好，第一把是狼人牌 ，OK， 我上大卡车把你把好人牌投死了 ，OK， 好吧，然后第二把，第二把我们两个是好人牌，你被刀死了，你把预言家带死了，你是猎人，我是平民，我被汉丘王给投死了，okay. 好吧，然后八月七号，一直那离得也不算远，直播间那些缺心眼的人一直在那里抠裆布抠裆布抠裆布，说什么叫你做惩罚。好吧，才隔了五个月，离得不算远。明白，好吧，我就说八月份的事儿你都能记得，你记忆力真好啊！我跟你取了个愿望，你还记得是什么吗？什么？你垃圾当狼的牌，我垃圾当好人牌。
我带你赢，好吧，这就是我的愿望。OK， 那听见我的愿望实现了，实现了，那必须庆祝一下，好吧，庆祝。我点了个外卖，我点了个螺蛳粉，好，等一下我边吃边庆祝。好吧，那都跟你们讲了，不要去骂我女朋友，不要去骂我女朋友，点螺蛳粉庆祝不是吧，好吧，那个五号牌，哦，你发现恶不恶心啊？你发现你要死不活的，你是不是蹲在你家马桶上发言啊？五号牌，你实在不行的情况下，你让衣服人家把你罚了行不行？庆祝还点了一个螺蛳粉，哎哎哎哎哎，哎呀，四号牌你哪里人啊？我的妈呀！我中国人，我地球人行不行？我又不是外星人，好吧？那那以后别生气的好吧？等下就开扎吧，你别生气的好吧？我给你道个歉行不行？好吧，好吧，对不起，我错了，好吧，我爱你。你别生气了，等一下你就决斗吧。我等会儿觉得你搭着那五号牌吧。我他妈得有，我他妈得有决斗的一个案件的，我得啊。五号玩家请发言。我要不要脸跟你没关系啊，四号。你属于绝对不是属于地球上的品种，行不行？四号，我跟你已经把这个案子给已经给你断掉了，已经给你断了，你肯定不是地球上的品种。因为地球上的品种，你属于现在的适应期，知道吧？你肯定是外星，外星牲畜种，外星牲畜那种，那种族类，知道吧？四号，说话他妈嘴里像么含个锅巴一样。那咋又破防？你他妈的，你跟谁说话呢？啊？那怎么脾气这么不好呢？啊？什么拔管拔管的？那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家里边全家人都现在上管了，阿姨。你不会好好说话吗？啊、全家人。已经上管了，你再不行，你爹挂的时候，你看看，他妈粉是你爹他妈上坟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你瞅瞅，去给你爹给这种人哪有一点素质啊？操作一下子，因为我会那个就是低级版求佛，知道吧？我一般都用那个低级版求佛就给人超度了。你看看，好恶心的。既然你来到我们地球上，那你肯定是。半个地球人，你看看对吧？我肯定会尽这份力，行不行？四号，啊，行不行？又破，你说你破防了，怎么老喜欢、啊、过十二点？现在已经十二点一点的时候，你爹马上拔管，马上挂了。你看看兄弟们，你这种人，你怎么一破防了，一急眼了就骂人呢？直接一手低级满球火，我跟你爹，啊，你妈就在旁边哭，我放心，我也不会让你妈哭，到时候我联系你，打黑点。就给你我最看不上这种没有素质的人了啊！直接他妈五根大黑脚直接一上！我说白了，咱们都是有教养，不是文明的人，你说干什么呢？冲的他妈比那澡盆还大，行不行？不是你怎么不笑了？五号牌是不爱笑了吗？行的话，你待会儿跟我说一声。六号玩家请发言。你们看看，你们要不要外准备投五的话，他又说一百二十秒啊，秒。七号玩家请发言。我们不要妈妈了，为什么还要在那里面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感觉这么搞是吧？长得难受啊！啊，行。啊，信，这么搞是吧？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对我呢？尤其是四号牌和五号牌两位姐姐，不要再吵了。为什么五号牌要骂四号牌？四号牌也没有说什么呀，为什么五号牌要骂四号牌呀？你还骂这张四号牌？不是，这都能对上啊！他是个七，这语音包都这么精准的，我操！这个我忘了啊，我们不可以。这他妈语音包太逆天了，我操，这他妈也能对上？我的玩游戏呀，不可以这样骂人。萨瓦迪卡，不是兄弟们，这九号玩家这平时得高度训练的，
没事，四号牌，你说今天晚上大家这么快乐坐在这儿，这个快乐是谁给的？是你四号牌给的啊！你配享太妙，好吧？我九号牌底牌是个魔术师，五号牌刚刚对你和你家人的那些恶毒的言语，我全部转移到五号牌的牌身上了，好吧？你不要放在心上。我给你分析一下五号牌是怎么想的，它是一张死狼牌，知道吧？因为现在没有坑了，外置位就一个二一个五，二号玩家贴脸了，五号玩家只能是最后那张狼人牌，气急败坏了，知道吧？十号、十一号、八号，魔术师是吧？晚上刀人，十号跳魔术师是吧？十一号在这穿个五号，应该是最后那个狼美人，他没有办法自爆。他只能以这种贴脸诅咒的方式来骂你，对吧？就狼人牌玩不起很正常，好吧，四号玩家，你不要放在心上啊，别的没了。应该这个下完五就结束了。本来我确实想交牌，但是说我很庆幸我没有交牌。如果说我真的交了牌，让他妈五号玩家这种人赢了，我操，我真的他妈睡不着觉，好吧，四号玩家啊，大家能在这开心，都是因为你四号玩家，好吧，让五号玩家去死。我已经把那些诅咒全部转移到五号牌的爸妈身上了，你放心好了，开心的睡觉啊，过了。十二号玩家请发言。啊，昨天连到了几张四，我把四捞起来了，我还有个主要，主要也用不掉了，今天二五出了，应该游戏结束，好吧？感谢猫猫送来的超分卡，谢谢猫猫。那不一定有，五十、十一三张狼人牌，那昨天我捞了几张四，那八怎么倒牌呢？啊？一号玩家请发言。不对呀，五号牌，我记着你每天的发言不是很开心吗？你每天的发言不是不都是这么发言的吗？你今天怎么不笑了呀，五号牌？怎么，你是不爱笑吗？你不开心了吗，五号牌？为什么今天不好好发言了呢？还有，那既然也是现在也是最后一轮游戏了，九号牌也跳魔术师了，那我把我的身份底牌也跳一下吧，好吗？我的底牌是张守墓人，知道守墓人是干什么的吧？没错，我就是守墓的五号牌。我今天晚上会去你家找你哦，我会好好的帮你和你的家人们守墓哦，五号牌，不要谢谢我，毕竟这就是我的责任，我就是我，我就是守墓人。对吧？大家都已经跳身份了，那我也跳出来了。那我们四张神牌都在，对吧？四号牌预言家，九号牌魔术师，十二号牌女巫，一号牌守墓人，我们四张神牌都在呢，那这把游戏肯定也输不了了。五号牌，再见。狼神，你藏不住，死掉了！我又加时间了。请发表遗言。我又加时了。我为了轻度的坦游戏的胜利，好吧，那就放段歌吧。又加时了，我还能。这么早就放战歌了。啊，正曲放的这么早，这么
这么早就开始封三圈？我觉得放蛋糕我也轻易的好吧。嗯。但是我为了庆祝我们这把游戏的胜利，我还是自己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好吧。Everybody， 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上面的朋友，下面的朋友，好吧。欢迎大家听我的个人演唱会 ，Everybody， 好吧。那我给你们献唱我一首歌吧。我把多钱都作废，我现在已在我眼前，我先爱爱爱，请给我机会。我如果我错了也不在，你愿意求喜答案案案案案，我不怕却嘲笑我极端，我相信积极的脊椎，顽固的那不后悔，我爱上你我不撤退。哎耶耶，感谢顽皮送来的，我不闪躲，我非要这么做，谢谢顽皮啊，我讲不听也偏要爱，更努力爱，让你明白，我没有别条路可走，你决定要不要陪我，靠我感觉爱，等你的依赖。我对一号玩家请发言。我对你偏爱呀，爱呀，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我不想，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你我选择你就是答案，不怕谁来笑我几番，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爱，爱上你我不是。四号牌，这把游戏表现得很不错，很开心，很快乐，所以说我决定也跟你合唱一曲哦，四号牌小哥哥。哎呦，说到底我还得感谢四号牌给我的加的时间呢，不然我只能聊150秒，但是四号牌戳完了之后我又能聊150秒了。五号牌实在是抱歉，好吧，我必须要跟你说句 I'm so sorry， 我又耽误了点时间，你不要着急哦，我发完言之后我马上去你家守墓了。拜拜五号牌，咱们有缘再见。开始放逐投票。我的妈呀，他硬生生听了我又折磨了他300秒，兄弟们，硬生生听了我他妈5分钟发言，这张五号牌硬生生又他妈听了我5分钟发言，你点我干什么呀？啊，二号牌五号牌你们两个点我也点不出去，点我干什么，有什么用呢？作为胜利的恩赏，啊，来宠爱我吧。硝烟弥漫的战场，双眼凝视着前方，群星血液发烫。我怎么又呢？目光会让你变得慌张，从不畏惧死亡。我怎么又赢了又赢了又是安慰，我
怎么又是全场最佳？又傻子？为什么输一盘？真的？为什么？想输一把也太难了，太难了吧！啊！我说白了，兄弟们，想输一把也太难了。Oh my god！ 哎，不会是你呀，盖世神仙！你不会是永远的巅峰寂寞不败神话哟！简简单单，轻轻松松 ，so easy。什么杀手说什么？记住了，十点以后的大市场是盖世深深的天下。那还用说？十点之后的大市场只能是我盖世深深的天下，没有任何人能够比。什么那九号看九号牌的 ID 呀，九号牌的 ID 还挺有意思，盖世星星，哈哈哈哈。哎，这一看就是铁粉的名，这一看就是铁粉的盖世星星，有点都有点意思。什么九号是我啊，你是九号啊，我说的呢。行了兄弟们，今天晚上大市场也告一段落了，等一会儿想看会儿什么吧兄弟们。等会儿想看会儿什么吧，咱们今天的续命点，续命点暂时是到两点钟，给点意见吧，说吧，想看一会儿什么游戏。大市场哥们儿，大市场不是我不玩了，十二点之后他配不了大市场了哥们，好吧，我也想玩大市场，但是十二点之后他匹配不了了，我没办法，我没招你懂吧，我没办法。什么哥们们，直播间的哥们们都说什么想看会儿圆梦狼人杀是吧，也行，也不是不行，可以满足你们，好吧、也不是不行，也可以满足你们。行吧，那行吧兄弟们，那没有老板点节目的情况下，那我就听直播间的哥们们了，好吧，听直播间的哥们们了，那咱们就干会圆梦吧啊！我看直播间里边的哥们们都在说刷圆梦狼人杀，那我就上号了啊！哎呀，兄弟们，我说句实在话，又赢一晚，你说说又赢一晚上，你总赢的。兄弟们，我这个人是不是现在有点对这个游戏造成了不太公平的点了？啊，你们说的，兄弟们。